属羊的朋友在今年度里头，那么在整体运的一个表现上面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因为它有颗非常强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龙德吉星，那么进到这个命宫来，所以基本上来说，整体的运势来说，都会因为这颗这个所谓的吉星的影响，所以在各方面的一个展现以及沟通方面来说，都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整体来说，要恭喜您，你是属于今年十二生肖里头整体运势算是最旺的一个生肖其中之一哈。那当然在整体的方面来说，会因为贵人的提拔而产生在工作在人际关系各方面的表现都有不错亮眼的成绩，因此属羊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那么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展现。